兄弟们，今天又来提雪佛兰克鲁德了，这么多钥匙，一会儿看安排哪一台车。正在找车中，好像找到了，就是这一台车，是这一台车吧？对。好，走，开过去吸吧。开始洗车了哈，兄弟们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等待交车。现在车已经洗好了，今天是给湖南长沙市的老铁安排的车，老铁人不到店，全程视频验车，车的照片和视频都已经给老铁发过去了，老铁说没有任何问题，然后一会儿都办手续，车款直接付到 4S 店的账户上面。让大家看一下今天提的这一款车的一个内饰，还是蓝色内饰，公里数给老铁已经拍过了，十几公里就，这座椅膜什么的都没有撕呢，妥妥的新车，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心哈。再看一下后边，配置不会错，后排空调、出风口，该有的配置都有。今天来提的就是那个 1.5L 悦享版的，官方指导价100,900，优惠30,000多，落地价80,000左右，都上路了。在合资车里，这个车性价比还是不错的。一会儿再去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，晚会儿去到屋里给客户办一下剩下的手续，然后呢把手续办好之后就给他发物流，直接发到他当地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刚刚在店里办完了，现在我把车送到物流园去给老铁发物流发过去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到达物流园了，雪佛兰克鲁泽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物流师傅正在对车辆进行再次的检查，确保车的外观没有任何问题，交到客户手里也放心嘛。物流这边停的车还是特别特别多的，什么车都有，还有保时捷呢，几台，那边还有一个黑色的，这边全都是物流车。车今天就交给物流师傅了，今天就直接把车给发走，现在我要回去了，然后呢这期视频就给大家简单的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给个关注，谢谢大家观看。